破链了。我们现在卡在那个，这是哪里啊？没人动啊。来，东仔你坐一下。就跟你说要减肥吧。你也才要减肥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上船了。我在半小时前有先吃晕船药。东仔是那种连停在港口的船都会晕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是直接来到小琉球，直接第一趟就给他搭船出去玩。等一下在海上，我们就看东仔会多闹。然后你要挑战拍好看的照片。你有那个船的驾照吗？我有动力小船的驾照。所以等一下可以拍一下。好哦。欸、你不会晕欸，哇，展龙可以耶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帅一波，来，站起来啊，龙仔，龙仔，好来了，来啊，没有踩到啦。看谁先下去！不行，不过跳了！董仔站起来了，下盘很稳的董仔站起来了，出水芙蓉啊！哦，好好好，你可以吗？出水芙蓉的感觉，不是水鬼啦，出水芙蓉。这个比较强哎，哎呦，摇起来，呜呼，哈哈哈哈，弄他，不要再拖了，帮我弄他，啊哈，啊哈，东仔，我问你，这个行不行？可以，哎呦，啊哈哈哈，要玩豆腐也要吃到啊，来喽，哈利，来，我来喽，来，好不好玩？好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在升这个主帆哦，等一下可以拍照。好，要升帆了。你这是怎样？要把轨道进去。哦，放轨道的。没错。呜，升帆喽。来哦，你们可以动的，我就是录影的，录影的。钱是不是我给？欢迎你，从下面，好好玩啊！好震哦！看到的感觉。给他喝啊，挂！来啦来啦，谢谢大家！哎，台长，来啦，谢谢大家照顾啊！我没有要干哦，你要干你自己干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没有啊，这是你的频道啊，所以我要对我的频道，你要对你的频道负责任，要给观众养眼的。只想喊冰块舔腹肌。哎哦，各位观众，我 OK， 我没有喝醉哦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董仔敢玩，我就让他玩。冰块准备好了没？走啊！给他下去！这个字跟我们在场的人有关系。什么？你写完了吗？我写完了。享受而已啊！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等一下，毕竟也是我女朋友。这好歹也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能一直猜，一直猜都猜不到啊！这样被看出来哦。对啊，你这样一直猜一直弄，这我也要啊！你也要给他。哇！
奶奶个熊嘞，这个都看不懂。对啊，好扯皮啊！儿童不宜，儿童不宜，儿童不宜。感谢我们 Alan 好不好，陪我们这样玩游戏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差一点呢，差一点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破你，可以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陈玉华，你看。哎呦！出车，我们有花钱的，我们有花钱的，闹屁屁，闹屁屁，闹屁屁。走了，再一次，他撑不住我啦！刚才好累，这条筋去闪套。我们等吃完卤猪就要去看星星了。我们等下吃完卤猪去看星星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台湾就吃得到这种很脆的好卤哦，但是它的皮非常的嫩，不是它的肉，它的肉非常的脆，它没有什么的，肉非常的嫩啊。我还没听呢，哪有肉再脆的啦？这个好脆，你看。我吃这个啦，这是麦克风，对，我 ASM。这里有肉啊，木头嘛。是麦克风。我刚刚想说咸呐，怎么这么一直有气啊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哦！那我可以买东西吗？可以。其实我带包包的，就是要来买东西。打弹珠哦，对，玩打弹珠，你要外唱，我们四个谁会赢啊？一定是我女朋友赢啊！我这边加五十颗给你。啊，真的，谢谢！哇哦，老板送哎，高兴了。哦，有了，啊，四倍也不错，按摩碟，哎，中了，哇，帅哦！我们来到一个很屌的地方。没错，这里是只有小琉球的人才知道的地方，很舒服，很棒，很美丽。来给各位介绍一下，来，哎呦，水干，哎呦，哇，好温馨哦。哎，它还有二楼哎。对啊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哇塞，这间是不是很值得大家一群人在这边 chill？ 现在是什么？大家猜看。现在是一只猫咪，海莉正在扮演一只猫咪。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像不像？有有有像，有没有？有像有像。OK OK， 我们结束了四天三夜的行程。每一次那个旅行完之后，都会有一根微空虚。微空虚，你有吗？就会有一点空虚。对，这四天三夜我们到底在干嘛？对，我们希望那个疫情过后呢，我们真的员工旅游可以直接出国去玩。好啦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什么时候练你的吉他啊？看就是这样，多浪漫！你什么时候才要弹？要不要亲一个？我不要。这给你一次机会啊！我不要，你又不回答我。好啊。好好什么啊？现在啊。现在是怎样？